传球要果断，传到前面，特拉克萨伊德。哎，这阵传球衔接的不错，越位在先，再来看一遍回放，马凯，范尼斯特鲁伊，轰门。 回传漂亮，传中裆，这次没有成功，传球过顶到防守队员的后面，稍微大了一点，将球传向中路啊，防守球员相互配合很默契，斯内德还在寻求突破。 打了，破门得分了。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率先进球了。这是中场球员的一记非常漂亮的入球，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射门非常漂亮，这种精彩的场面我们并不多见。
首先打破僵局，先下一城，比赛将会变得更加激烈。这门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目前处在有利的位置，他们在中场休息时一定会对上半场的结果感到满意。那么上半场比赛的结果是1-0。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完全实况网站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中场休息时，双方都没有进行人员上的调整。传得不错，左路打了，对方的左路有空当，把球打回来，塞到前面，继续向前，哨声响了，防守球员要小心了。超远距离轰门，球打飞了。带球很稳，在右路发动进攻。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比赛的第50分钟，看好对方的空当，横向带球，克拉克萨伊德给前面，传在前面，他回到了场上，看上去并没有问题。西多夫把球给左边，给一脚，嘿，这球直接传给球迷了，球到了门前，球出了底线，球门球，往前给一脚，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传球数要开阔一些，球进得太漂亮了，他们以2球领先，哈哈，这记射门太漂亮了，他们已经2球领先了，再打进一球将确保比赛的胜利。这段展现出了他们进攻的质量，他们又打进一球，进球永远都不会嫌太晚，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继续加强攻势，争取再次破门。比赛打得很顺利，不过对手也一定会绝地反击的呀。他突破了防守，越位了，这是刚才的回放，嗨，越位了，启动的稍早一些，敲给前面，敲给前面，好球，漂亮，阿里阿卜杜拉赫，他再次摆脱了防守，他在追那个传球，传到门前，门将表现得不错，面对这样的门将几乎是不可能取胜啊。寻找空当，传的位置非常好，球进了，第3个进球。伤停补时阶段，他们现在确保了比赛的胜利，皮球冲着大门的正中央直飞过去，球迷的热情很高涨，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没错，两个队都是120%的投入到了比赛当中，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让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需要。球场上响起了比赛结束的哨音，3-0，他们首场大捷。他们开场踢得就比较谨慎，不过取得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这样的开局再好不过。我们不得不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完全实况网站对中文解说的支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完全实况网站对中文解说的支持。希望观众朋友们不要走远，我们的比赛场地为大家请来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周星驰来为大家进行娱乐秀。这场比赛是由王涛为您解说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欣赏本场比赛。